这个身份照顾得很辛苦。很辛苦啊，但是值得。对啊 ，OK 啊，死不了。对，经过那个科P那场战役之后，我觉得什么事都是小 case。怎么说？对啊，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胜任。对啊，那么艰难的日子都熬过去了，都撑过来了。你说连撑六个小时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嗯。没有想过会唱这么久，唱到这么晚。没有啊，都没有想过啊。嗯。对啊，嗯。接下来还有要办签唱会。接下来，如果觉得签唱会接下来超过六七个小时，我都 OK 了。对。那签唱会有想说要找谁来当嘉宾？还没有想到哎，顺其自然。应该如果他们想来，就是找我那些有合唱的一些好朋友一起来。不过因为这次 MV 就让人家蛮有印象的，那个服装的部分，有机会在签唱会看到这个服装。穿这个吗？好 ，OK， 我尽力。好，穿给你看就好。好。那时候科P，你唱到第五个小时、第六个小时就已经超过演唱会的时候，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？那时候有没有哇，怎么这么久？就是人生好难哦，没有，就是随遇而安啊。对啊，因为就是科老大都还撑着，我们不能放弃。对啊，信念要一致相同，要相信他。对啊，对啊。在宣布当选之前，心里也会跟着急吗？就边唱心里其实很急。我相信在场大家都是一样，都在喜三温暖。对啊。会想说要一直去力挺，因为其实很多人其实可能会避免选举场嘛，怕毕竟你现在要发片，对，心情。我觉得我后来，因为很多人说，音乐艺术归艺术，音乐归音乐，不要扯政治。可是我后来发现，我不是在扯政治，我是在关心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我的家，我是台湾人，对啊，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，我身边人谈论的事情，对啊，我不能置之不管，我从小个性就是这样，对啊。商演的部分还是有影响，是不是？商演的部分还是有受到影响。也没关系，对啊，我们台湾比较重要，对。之前是有说想要参选镇长啊、议长，现在还有这想法吗？我后来有查过，因为镇长跟什么县议员那些都不能身兼副职、嗯。我后来发现可以身兼副职是县议员，对我可能之后会朝这个目标，就是我可以当县议员，可是我又能当歌手发片，同时可以兼顾这样。对啊，因为如果只叫我去当政治人物，我做不了，因为太 gay bye 了。对啊，做不了。